迎收看西洋 VIA 们，我是侯诗，没错，今天呢又有很多好听的西洋歌曲要介绍给大家，所以呢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两首歌曲呢就是李欧娜的 I See You 跟俏妞的死亡计程车 Meet Me on the Corner， 没错，这两首歌都非常好听，而且大家有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吗？因为 I See You 呢是阿凡达电影的主题曲，然后另外一首是暮光之城二星月的主题曲，然后你知道就是 I See You 这首歌啊，就是怎么讲，就它非常的好听，因为其实它就是你知道它这一个歌曲的制作的团队就是当年轰动一时铁达尼号的原班人马，然后帮他制作这首歌曲，所以大家就一直很期待说是不是跟当时的歌曲会有那种你知道很磅礴啊，然后动就是感动人心的感觉。我跟你讲它达成了，因为你知道看完电影之后你看到就听到这首歌，你就会回忆那个电影的画面，然后就觉得是他唱得非常的好听，然后就是会让你就深深很感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我最近有一次看电影啊，然后就是我刚好看鬼片，就我们那时候大概比如说是那种末场，就两点多很晚，然后看完鬼片之后，你知道他画面是这样没了，然后我们想说，因为你知道通常应该会有人进来说啊谢谢光临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人嘞，然后我们在场哦大很大的场面大概只有十个人吧，然后大家就你知道稀稀疏疏怎么了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没人敢走，因为你知道太黑太害怕，全部都是暗的，然后我们走出去戏院也都没有人，超可怕。我跟你讲鬼片这个戏院你达到了吓人的目的，太害怕。让我们来听听看李欧娜的 I See You 跟俏妞的死亡计程车的 Make Me Only a Corner。欢迎回来西洋 VIA 们，我是红丝，没错，今天有好多好听的西洋歌曲给大家哦，所以呢我接下来介绍两首好听的歌呢，就是男生爱女生跟泰勒斯一起合唱的 Two is Better Than One， 还有珍妮佛罗佩兹跟嘻哈众牛梗的 Fresh Out of the Oven， 没错，这两首歌都非常的好听哦。而且你知道就是男生爱女生啊，这首不是男生爱女生跟泰勒斯唱的这首歌曲啊，其实有一点点算是有点哀伤，因为你知道 Two is Better Than One 意思就是两人胜过单身一人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会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好好的你知道在一起 together 的感觉，所以就是会就是 MV 当中泰勒斯也非常的漂亮，就是一开头 MV 就是他你知道那个长发飘逸的感觉，我非常的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厉害，就是年纪轻轻就可以这么的你知道唱功非常实力坚强，就觉得他很厉害。那珍妮佛罗佩兹跟嘻哈斗牛梗啊这首歌曲呢，我跟你讲充满了节奏感，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嘻哈斗牛梗他本身就是一个饶舌歌手，然后他就跟珍妮佛罗佩兹你知道搭配的非常好，而且 MV 中有很多那个火辣的画面，所以大家一定要你知道打开你的眼睛好好欣赏他们的 MV。 那我要说说我最近哦，昨天我去拔了一颗牙齿，在这个附近就是旧池那边你知道专门在磨食物的地方，我的被拔掉了，而且当时我在拔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我打麻醉，然后会这整片就是都是麻的，然后那时候就漱口，就喝水漱口漱一漱呢，这样的时候他没办法就随便，然后有人快问我说你掉了什么东西，其实是水。好啦，那我们来听听看男生爱女生跟泰勒斯一起合唱的 Two is Better Than One， 还有珍妮佛罗佩兹跟嘻哈斗牛梗的 Fresh Out of the Oven。欢迎回来西洋 VIA 们，我是红丝，没错，还是有很多那个精彩消息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最近捕风虽然缩减了半个小时，但是还是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可以尽情锁定哦。还有我们的音乐标榜就是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5点到7点，没错，由我们的大嘴巴跟荣佳姐姐一起合作全新的音乐标榜，请大家也是要尽情锁定。如果有没有任何问题或是想要听的歌呢，就可以上我们的 www.starttv.com.tw 还有5.com.tw， 大家拜拜。